有软卧跟硬卧，今天看看高级软卧长啥样。来，进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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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这就是高级软卧。高级软卧，我们铁路啊，也有可能仅仅是我自己愿意管它叫高包。哎，高包立卫生间是独立的，打开之后，妈呀，你快来看看，洗手液、香皂、两个毛巾，还有两个牙刷、牙膏、两个漱口杯。往下瞅，来，镜头跟住，哎。这嘎子是个卷纸，这嘎子是个抽纸，来，再往上，哎，这嘎子还有一个独立的一个照面镜，来，镜头反转上这，来来来，这嘎子还有坐便垫，完这嘎就是个马桶，不能洗澡，其他咱应有尽有啊。两个床，上铺下铺，而且肉眼可见，宽呐 啊很宽啊。这嘎子有个网格，咱放点什么手机呀、耳机、这充电器啥的，你看放这块都不会掉下来。